红裙子女孩就像阴暗潮湿长满青苔的角落里偶然照进来的一缕阳光，温暖而且夺目。她幻想着她能一直留在这个角落，让那颗小小的种子生根发芽。可是幻想终究是幻想，幻想来幻想去还是逃不过命中注定。你知道什么人？朋友。你知道他家人的联系方式吗？不知道。他还活着吗？他的伤啊，除了腿伤重一点，其他的问题不大。别害怕啊，他没有生命危险。嗯。现在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问题是联系不上他的家人，怎么办理住院手续？你醒了？你终于醒了？还疼吗？医生说你命真大。你说的只是外伤，没有伤到内脏，只是你的左腿伤势稍微有点严重，但是医生说已经控制好了。这里的医生挺好的，说可以先住院再办住院手续。你受伤了，你别乱动。找啥？啥？你这人真逗，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找伞？就算丢了坏了也没事儿，我再送你一把。哦，对了，你家里人联系方式给我吧。电话啥的有吗？没事儿。那你明天给警察就行。刚才警察来了，看你没醒就先走了，说明天再来问点情况。我得先走了，一会儿学校该关门了，我回不去宿舍了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
对了，你想吃点啥？我明天从食堂给你带点好吃的。他食言了。我朋友说，第二天这个女孩并没有出现，第三天也没有。他觉得两个人本来就是萍水相逢、非亲非故的，他以为他不会再出现了。我们联系上他爷爷了，他爷爷就是不来，说没有钱，付不起医疗费。这种情况我们医院以前也发生过。你们是朋友吗？嗯。你了解他们家吗？我只认识他，但我不了解他们家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管这闲事了，交给警察处理吧。如果他一直交不了医疗费，会怎么样呢？你们会把他赶出去吗？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呢，我会尽全力，但其他的我不敢跟你保证。爷爷您好，您的孙子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他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如果再不办住院手续，他可能就会被医院送回来。我没孙子。嗯。他给医院的地址就是这里啊。好吧。他是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你回去跟医生说，把他给我送回来吧。我也没钱，交不起住院费呀。他回来，我给他口吃的。他能活着就好啊。我不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还有那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大家先去休息一下。再快一点吧，还有五分钟。刺猬，
还长一点吧，再给我多盛一点，谢谢。再给我盛一点汤。师傅，可以给我加个鸡腿吗？给不了，你这是打素菜的钱。算我欠您的，下次我再还给您。你给他加一个又怎么了？一看就是个孩子。来，孩子加一个啊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你好，206号病房的男孩去哪儿了？哦，他呀，转到101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几天在准备期末考试的节目。你说的这个女孩叫崔善，是一个舞蹈演员。你认识这个女孩？崔善是我的朋友，她给我讲过她少年时的故事。当他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他简直激动得要死。他说医院那些天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在维持他的治疗，他觉得自己还不如死在医院里。他没想到他还是来了，而且给他带来很多好吃的。那个女孩也不会忘记那天，多年以后她还记得打开饭盒时那个男孩的样子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稍等啊。我全湿透了，我把外衣脱下来拧拧干。你别偷看好吗？
鸡腿最后吃，先吃了鸡腿，再吃其他菜就没味儿了。好吃。那就多吃点。时间不早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啊不，我想听你讲完他们的故事。好。据崔善说，当时那个男孩吃饭狼吞虎咽，像是好几年都没有吃过饭的样子。所以，你的那个朋友应该就是刺猬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话说的不假。你没爸没妈挺惨的，可我这有爸有妈也很惨。我特恨我爸，真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跟我妈最亲，我什么话都跟她说。可惜她不能陪着我。他不在家吗？那你跟爸爸过？他，我才不想跟他过，幸亏他死了。他出车祸死了。我妈说，虽然爸生前对他不好，但总归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去年，我考上了白杨市艺校。虽说是寄宿学校，但是我妈为了陪着我，在这边租了个房子。她在这边打工，认识了个男的，我妈叫他耗子，他真跟耗子一样猥琐。耗子他总想欺负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妈上夜班，他喝了酒。耗子就想把我给……我妈当时赶回家拿东西，她看见耗子想这么对我，一怒之下，她去拿电熨斗砸了他，结果没抢救过来。律师说，我妈属于过失杀人，被判了6年。我一个月只能探监她一次。我今天话有点多，你别介意。长得好看，容易遭人嫉妒。善良反而更容易受人欺负，舞跳得好，被老师夸，表面上挺风光，私底下又得遭同学排挤，因为就你跳得好，和大家不一样，你不随大溜，那你就跟我们不是一波的，你明白吗？你的手好凉。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崔善慌张地离开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故事讲到这儿，我开始有点羡慕我这个朋友了。我怎么就没有这种两小无猜的爱情？爱情？你觉得这是爱情？不然呢？应该也是吧。已经快到1点了，我还是去做点吃的吧。好。鸡蛋、火腿行吗？好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朋友讲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也还是挺诧异的。你想，一个拾荒少年
再加上一个艺校的女生，怎么可能会是爱情呢？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浪漫的，是有点浪漫。对，我的朋友还说了，这个女生不仅是他的初恋，还是他的中恋。中恋，终结的终。崔善说，那天下午的太阳很烈。谢谢，走吧，走了。谢谢。我中文不好，你能帮我翻译这上面写的什么？他通过摆地摊的方式，真的找到了好心人。这个人来自东南亚，是一个有钱人。他听完他们的遭遇，决定帮助他们，带刺猬离开那里，去大城市治腿。来，尝一块。怎么样？甜。嘿嘿，我做的。本来这些我想留到过年的时候再吃。那我就把这些糖都带给你吧。大城市也会下雨，等你腿好了也能用得着。我妈说了，我这个人情感特丰富。你要走吗？我明天可能送不了你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赶路。再一会儿吧。我们明年再见吧。我就住学校宿舍，你可以来找我。走了。
这是哪儿啊？吴先生呢？停车，我要下车。你停一下车，我要下车，我要回去。停车，我叫你停车，你停。